他说什么？也许对你有好处。莲花左上第二个花瓣有两道指甲痕，就是我的。你给过一个叫龙波的男人？那是客人，你是心里人。 他带你出去去了什么地方？你介意？我该说吗？免费的消息就到这里了。轮到我跟张都尉谈谈生意了。你想要什么？你都快死了，还到我这里来查一个不入流的女子的恩客。 这意思是，这个家伙是个重要人物，你该用贵重的东西来换这个消息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名字。谢谢。你是个心软的好人。不一定。聊了龙波的事吧。 葛老提的条件你答应了，那我也有条件。你说，放了我和秦郎自由，此后再不追查，不然我就把龙波的消息烂在肚子里，任你们打死我也绝迹不说。不该作计。 自小定亲的男人，说是带我来长安过好生活，入城第一天就把我卖给了阁老。该活着，出去报仇。<笑>我骗你的，哪有那么惨？不答应我的条件，似这样的假话，要多少给多少。 他喜欢你吗？喜欢。只要让我们走，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。这对你来说很简单。一个。 我只能放一个。我们发过誓，同生共死，绝不独行。能活一个也是命。现在让你选，你说放谁？放秦郎。你觉得他会选谁？我，确定吗？不信，你去问他。把他放下来。 你们俩若是想法一样，立刻就有人能活命。说吧，放谁？好，就按你说的，放你。一会儿孔雀太久，一会儿松这种活血，将来还得……秦郎，别落下病。同生共死。我什么都没说。 把小姐活动活动，回归西安，一会儿得行路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今天朝阳的阳光多好啊！一会儿呢，到西市十字街，老马家来份水盆，他们家水盆羊肉做的比半年前还好。
西域的滩羊炖得滚烂，热热乎乎来两碗睡一觉，早上起来伤的也不疼了，该忘的也忘了。抬头一看，哎呀，阳光比今天还亮。 不要相信男人说了什么，要看他怎么做。 你记住，我是丁童儿。 雍州人，17岁被自幼定亲的男人带进长安城。入城的第一天就被卖进平康坊青云阁。遇上你的那天，是天宝二年的上元夜。你说我的眼睛格外亮，那是因为看见了你。 你救出去，等我，你一定等我，我要把你救出去。
谢谢你，从今以后不会。龙波，半年前开始来，他话很少，从不说自己是哪里人，在长安做什么营生，但每次都要听我讲个故事。 他要听的那些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平康坊三曲有个黄门的宅子，你知道吧？右相府。那儿啊，每天各色人等排队候见，做官的居多，还有做诗文的，做生意，还有一些一看就是塞外当兵的。除了这些人之外，还有很多想混进右相府的，是刺客。 龙波就想听那些刺客失手的故事。我最后一次见他，也已经是2个月以前了。他带你去过哪儿？他第一次见面，带我去了一个荒宅。他说，那儿从前是个官员的府邸，后来那官员贪腐倒台，宅子就卖给了个南方的商人。 那商人也不常来长安，他便代之看管。最古怪的是，那夜他一直让我在宅中高歌，唱唱跳跳了整夜，累死我了。你们在荒宅闹了一夜，就没有午后的歌？没有啊，我也是那次才知道，巡夜的午后可以如此懈怠。我还看见。 有间屋子里藏着奇怪的东西，龙波怀疑我看见了，询问我到半夜，吓得我回来才发现自己遗落了小医。藏什么？我要住平康坊最好的院子，三个伶俐奴，伺候日常。如你所愿，赶紧说，房间里藏了什么？ 反正，只你们2个人去，一定会死人。小乙死的时候，什么都没说吗？托张小静的福，那何家村那批金器的下落就没人知道了。托张小静的福，哼，这可不太妙啊！不少大主顾都等着呢，他们这些人。 跟各个节度使在长安的刘后院的关系，怕是阁老您也得罪不起啊。托张小静的福，这个人就不应该让他活着走出去。看来阁老这两年是吃了素了。吃素挺好。 则刚，肉都能接了，舍不得的东西就更少了。我说了多少次，不要把军刀和铠甲卖给藩镇。 无论给多少钱也不卖，你们听不懂吗？听不懂吗？张小静来了，阁老，你还要容他几次？
楼了，在这儿等着。有什么动静，保护好自己。行。又来了。做生意。你还嫌今日惹的麻烦不够吗？白天你拼命护着那个男人不靠谱，以后再选什么人，别看他说漂亮话，要看他真对你做了什么。丁童二姨借剑计，有劳您关心吗？别看低自己。张小静是来做生意的。下贱粉头说什么话？还想买什么？我手底下那几个能干的伙计，对地下城的情况十分了解，居然都是他插的。自己不长眼，还要伤人老幼，毕竟是小贼，配不上阁老。我想要手术郎一单生意客人的名字，手术郎规矩大，断不肯给。我要上门去，就得闹出人命。请阁老从中斡旋一下。不难，但你能给我什么呢？阁老要什么，张某尽力给。你今天搅了我的大事，何家村的金器我永远也找不到了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你可以要更好的。长安城里除了圣人脑袋，我拿不着。其他都可以。阁老，有眼光，这是个好建议。听说今天长安城里非常热闹，我要配方伏火雷的。要伏火雷做什么？卖，奇货可居，谁出价高就卖谁。把外边的伙计们都叫进来，今天倒要看看张都尉是不是来做生意。人守长安呢，伏火雷不能给。宰了他！你怎么没保护我？有我莫斯王的在，放心。换主人了。为什么背叛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迟早都得杀了我。小乙是我招进来的，你今天不杀我，你明天又杀我。之所以留着我，就是想让我帮你挖出所有的暗桩来。你不是想长安吗？守州郎跟我有交情，我不要你的伏火雷。你别忘了，是阁老逼你杀的小乙。还有什么话想说？
让我白送，不如杀了我。外边都是我兄弟，杀了他，底下有你一半，我一半。你杀了他，你马是马。最讨厌常年的伤人了。兄弟们，兄弟们，站住！马大郎突发急症，病死了。阁老不怪你，他说今天发生过什么事儿，他不记得，都谁来了，他也没看见。所有人概不追究。这马大郎平素待你们也不怎么好，何必为了个死人强出头？状元祥瑞，阁老万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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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见到此物，守着郎就会听你的。哎，生意就是生意，你拿什么换？哎，刚才救了你的命，不算数。算，但是要另算。你查在我这儿的其他暗桩，我不追究了。马大郎派去杀他们家人的手下，我都会撤回来。你这是救了你自己一命。生意做不完，你舍不得我死。啊，要跟他要什么呢？童儿，你说。我。我这个长安商会长老的位子，从今以后是你的。惹。要他，阁老需要有人尽心守着地下城。答应了，你既能查你的案，又能活命。你可知道，地下城虽然不见天日，有些事办好了也是豪杰，很适合你。成九，张都尉，办完案子，我回来找你。命交给你。小乙，我亲手宰的，这债我还。你活着才有用，死的张小静我没兴趣。明明有机会活着，为什么求死呢？如果想活着，去罪我自首干嘛呀？我是个兵，到死都是个兵。如果忘这个，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？你来决定吧。别再回来，这辈子再也不想看见你了。
愿你要守的东西对得起你。